杠杆浮球比例调节输水阀，连接方式法兰、螺纹、焊接。VMV 纽顿专门设计适用提取、单效或多效浓缩等间歇工作设备的杠杆浮球比例调节输水阀，其特点为高背压、排空气性能好、设备加热启动快，开阀大小随用气设备产生凝结水量比例调节。工作原理：依靠蒸汽和凝结水的密度差工作。当阀体内充满冷凝水和固凝气体时，排空气阀打开，排出固凝气体，浮球上移，带动阀芯旋转，阀座孔流量增大。凝结水排除后，浮球带动阀芯旋转，阀座孔流量减小。结构特点：一、阀体采用碳钢和不锈钢材质，设计时充分考虑到腐蚀余量、最小壳体壁厚、压力温度等级。二、阀座，纽顿独创的比例式调试输水阀以及专利研发的控制器，可根据排量的比例调节阀座孔流量的大小，适用于任何排量的设备及工程项目，终生免维修，使用寿命长。微米级高精度阀座、阀芯，确保旋转的可靠严密性。三、浮球组件，精密计算浮球组件，使阀座阀芯一直处于水封状态下工作，无蒸汽泄漏。四、过滤器， VMV 纽顿浮球式输水阀内置过滤器，既有效地阻挡了管道内的杂质，又能防止水锤损坏内件。五、独特的排空气阀，在初始工作时排出空气等固凝气体，防止气堵现象发生。六、预留了排污口，定期排放阀内杂质，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输水阀的正常运行，同时保护了阀内部件。杠杆浮球比例调节输水阀广泛用于管道半热、工艺半热、盘管加热、夹套釜和提取罐、再废器、换热器、单效或多效浓缩等设备。VMV 纽顿，值得信赖的蒸汽专家。